滑脱，按计划。数架歼击轰炸机依次起飞，组成空中作战编队，飞向目标海域。敌方火力正在扫描我们。六两到解散。全快。出航后不久，战机便遭到敌方雷达跟踪，飞行员立即爬升高度，寻找并锁定目标，形成最佳攻击态势。513，准备实施干扰。明白，准备实施干扰。我通过释放干扰弹、大幅度机动、下降高度的方式来避开敌方雷达的稳定跟踪，并突破敌防空火力网，到达指定海域，对敌方目标实施模拟打击。9.9.8下降。完成任务后，战机编队立即返航，地面保障人员迅速进行弹药油料补给。随后，战机再次起飞，转入夜间飞行训练。到达指定空域后，飞行员驾驶战机展开对抗空战。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，他们根据日常任务特点，重点对攻击海上目标、对空防御、昼夜间突防突击等多个实战科目进行专攻精练，不断积累数据验证战法，提升部队全天候突防作战能力。